费是准备办结婚证哈、啊。对对对。是什么时候相识的呀？啊，我就是六年以前。六年以前，对对对，你们是同学是吗？我们是对算是同学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我们食堂的后厨。明天就是除夕夜了，为了让所有馆员吃上一个热腾腾的饺子，我们馆所有的包饺子小能手在做好防疫的前提下，一早就开始在后厨忙活了。让我们来看看今天吃什么馅的饺子。健康皮儿包着快乐馅，健康皮儿包住欢乐馅，健康皮儿包的安全馅，将幸福包进饺子里，皮薄馅大，好吃棒。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大家新年快乐。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饺子。是环球时报是吗？是的呀。那我们也把我们这个馆员的心意吉祥饺子也送给环球时报，同时也借此呢祝全国的人民新年万事如意，吉祥如意，身体健康。这个是我们的范大厨，范大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没看着我忙着吗？这煮饺子呢。饺子要吃胖胖的，生活才能旺旺的啊！来来吃饺子。大家好，欢迎收视报，欢迎收我们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驻大阪总领馆陆雨萌，我是王潇啊、在这儿祝大家新春快乐，牛年大吉。今天是年三十，然后我们俩来管理为今天晚上的线上晚会准备一些材料和物资哦。嗨，话不多说，让我们去准备吧。拜拜。这个是我们的范大厨，范大厨，范师傅的儿子送给他的，厨神。这长得和你好像啊！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是他给我寄来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哎呦，太可爱了。这是啊，今天是牛年，对，是我们家儿子的本命年啊、哦。祝大家新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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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虽然我们在大阪，但是也有很多同事说在家里也感受到了比较强烈的震动。目前来说呢，日本新闻上报道并没有特别严重的这个伤亡情况。刚刚跟这个新西总领馆的同事联系了一下，他们也说目前是平安健康的。那么现在是12点，我们也是祝愿今晚大家都能平安健康。